今天有签名跟合照哈，好不好？签 CD 跟票这样子，你们有带我的新专辑来吗？啊啊，好啊，都没有人买，好啊。好，然后是不是口渴？坐那么久口很渴，赶快去买光点饮料，好不好？光点那个那边饮料很好喝，他们刚刚没有请我喝啊。但我还是觉得一定好喝，你看这个喝了就会想事情的饮料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我其实没准备 encore 呢，那我唱一小段好不好？就是我想送给生命线，还有一些为我没有酬劳的为这个社会付出的人，叫做一起跳舞啊，很简单的一首舞曲，但是今天没办法，没有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还是尽量降唱。我歌词里面说到说，一起跳舞，一起跳舞，在这个需要正义的年代，我们一起跳舞啊，一起跳舞，一起跳舞，在这个需要改变的年代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就是我想要说的是，参加社会运动或是一些游行，它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但对我来说，就像是去看创意市集一样，哈、哦，一样的有趣。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沉重，你不敢碰，它真的没有很沉重，而且它很重要，它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你可能觉得都没怎样，都没怎样，但其实都有怎样啊、哦，只是你以为没怎样。好，好了，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讲的又沉重了哈，这样就真的关心一下哈，去看看也好，好不好？